叔叔，今天第一次登门拜访，给您带了些保健品。这个综合果仁是给奶奶的，营养健康，吃了对身体好。先生，饭菜都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吃饭。 小丹，你喝酒吗？我不喝酒，叔叔。小姐，你的酒。谢谢阿姨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啊？吃醉蟹，喝点热的黄酒，解解寒气。奶奶每天都要喝的。那我也喝点吧。阿姨，麻烦您能再给我一个杯子吗？好嘞。谢谢。 你的酒，谢谢。阿姨不和我们一起吃吗？